Welcome. Willkommen. 欢迎. Please select a language to begin. Bitte wählen Sie eine Sprache. 开始前请选择一种语言. Cobblestone 已经实施了隐私和安全政策，以保护我们的公司和员工，以及我们用于工作的数据。如果您发现数据处理不当或分类错误，请务必立即通知数据保护官。所有员工每年都必须参加隐私和安全培训。请回答以下问题。下面是您的测验结果。感谢 Cobblestone, TrueLanguage 和 Tier 4 为这个微视频做的工作。